Hello，好开心，我哋已经有一个礼拜冇见，咁就系又到咗我哋9:30嘅发作了哥，继续有恐惧了，同埋上个礼拜唔见咗去咗医院嘅哥哥，系啦，咁多谢大家关心啦。我呢啲都系嗰啲叫咩咧？啲人话财多身子弱嘅，我冇钱，跟住但系又身体弱咯，个天对我好差，我觉得好惨啊。咁所以系一个礼拜冇见，好开心可以睇翻 live 系咪啊？是啊，记得课金啊，大家，所以我哋就特登拍咗一条宣传片，就系头先你哋见到嗰个咯。咁我都再讲多次先，因为有啲朋友都问话，如果喺website 嗰度咧，想直接订节目，其实咧系唔系就咁入银码？如果就咁入银码咧，系当你好似系一个普通嘅捐款支持我哋咁咯。咁如果你想系直接可以开通到你个会籍咧，其实去翻我哋有个 category 或者住 VIP 嗰度，即系你睇下想去第一季定第二季咁样，咁你就去 click 入去，咁你就系啦，咁啊直接 link 佢 PayPal 咧，咁就唔使话 send email 俾我哋啊，剩啊嗰啲咁样咯。希望解答到你哋嘅问题啦。咁就啊，系啊，我都想讲少少先，因为咧近期唔系好 hit 嗰单韩国 N 房嗰单嘢嘅，咁好多观众其实都有 inbox 问我哋话，会唔会呢个新鲜滚热辣，会唔会大家都讨论下倾下咧咁样？咁但系你觉得咧？我先嚟讲，唔系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习惯嚟嘅，因为其实我咁耐以嚟咧，如果嗰样嘢啱啱爆咧，系唔会即刻讲啊，唔系，因为其实有好多嘢系未清楚嘅，系啊，同埋大家讲嚟讲去都系嗰啲 point 咯，我自己睇咗咁多，其实都系嗰啲嘢。同埋其实有阵时有啲资料咧，系反而你系咧沉淀咗之后嗰啲会先发生，即系佢唔系话你爆嗰下就会即刻。所以我哋唔会发达噶，因为咧你知唔明系要快，一有嘢就即刻第一。一時間我唔理佢係嗰啲真假，總之我就要嗰個 gimmick 咯。所以我哋兩個係唔會發達㗎，即係點樣兜兜兜咁勁耐已經過曬。係咯，我自己反而其實寫緊，即係我今日寫緊篇係關於，即係又係 Telegram 嘅，但係不過就係關於一個即係類似約束咁樣嘅嘢嘅。係啊，我其實就有寫咧，係同呢啲都好似有啲關係咯，但係就唔係講 M room 咯。你之前都有講過嘅 Red room，但係就唔係 Red room 咯。野老王啊，係啊，即係你唔講住啦。咁啊，到時你留意我哋寫嘅文章啦。咁我哋就。就真的可以开始我哋节目了，今天的题材就是关于这个的日本其实日本呢，我不知道大家 会觉得好像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超多古灵精怪的东西。Felix 说会发达的，多谢你先啊，希望啦。跟住没什么事，多谢 SY 虚的关心，其实都是休息多一点，主要都是，所以是啦，你放心，我都觉得这些是通常都是小病小痛那些呢都会呢支嘢，即小病小痛，通常都即系 touch 应该都冇乜大病嘅。同埋咧，大家见到我哋有本书喺度咧，因为本身我哋要寄啲书俾读者啊，即系啲读者都订咗书，咁咁啱就我哋今日收到啦，咁啊顺便就摆喺度宣传下咯。咁里面会有我哋嘅签名啦，同埋会系有我哋特制嘅书签，但系而家冇喺度啊。咁啊系啦，摆喺度咁样等大家，即系呼吁下大家买咁样嘅啫，系啦。好啦，我哋第一个唔好虐待动物片啊！我唔系嗰文章嚟嘅，唔会有。系啦，嗰篇系文章嚟嘅，佢讲紧系写紧文咯。我哋今日就应该都冇啲咩动物片，人体嗰啲嘅嘢就会有咯。因为而家鬼都有嘅，系啦，鬼即系灵异嘢咯，嗰啲 supernatural 嗰啲咯。咁咧，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大家都知嘅，可能因为上个礼拜遇过个，但我都照问一下大家先啦吓。你会觉得呢一张系其实本身似啲乜嘢咧？因为其实我第一眼睇，我就谂紧点解有毛？黑毛猪咯，我觉得系黑毛猪，我就觉得系啊。你觉唔觉得似黑毛猪啊？我觉得真系有阵时好似真系食泡飞，唔知有啲猪脚啊，嗰啲切落嚟嗰啲咧。系啊，你睇下咁样咯，好似猪咯，我觉得，总之就系觉得系猪肉咯。但其实佢系真系男仔嘅。哎，我都唔知佢邊忽，其實佢成抽咯。但係其實成抽有幾大？我其實我都唔知啊，可以分到俾成六個人食喎。有冇咁大啊？係咯。
佢仲要系即系大家都知啦，平时都有嗰啲即系 stack 嘅数据系话黑人系最大噶嘛。咁唐人 Asian 其实就算你日本啊、香港啊、中国啊边度，其实差唔多嘅啫嘛啲 size。咁可以分到俾五六个 size， 仲要佢唔系一个充血嘅状态，因为已经。死咗啦嘛，系咯，就谂紧有冇可以分到俾咁多人食啊？呢、這个就系、是、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讲咧？呢、這个唔系关杀人事，但系啲猎奇嘢咯、因为我觉得佢值得讲嘅。虽然大家可能喺睇外国嗰啲都有讲过，有时就系会自己即系切啲肉啊，煮俾人食或者食性器官，其实呢啲都唔系新鲜事。但系呢一个我会觉得好。搞笑就是咧，佢系呢一个咁样嘅画家嚟啊！佢系将咧成个过程咧搞到好似一个盛宴咁样啊，系会请好多人嚟咧。有冇个画家嗰、那个？有啊，有佢个样啦。佢仲要系自己戴晒帽，成个厨师咁样样出，就佢自己煮埋啊！呢、這个系啊，佢系咪出咗出咗？出唔出到张相啊？呢个佢咯。系啊系啊，我记得其实佢本身其实好后生嘅就得廿三岁嘅咋，系咯。系啊，佢系好细个咋，唔知几长啊。佢好似嗰时有报过，但系唔知系真实咯。几长？佢 claim 自己六寸啊，十六 cm 咯。十六 cm 即系几多？四寸几嘅啫。咁长再长啲左右。十四寸几啊？分分到俾咁多人食啊！你最变态就系见到佢系咁样啦，成身咧。即是他 有个主持啦，同埋呢有一个人是以第一身他有份食嘅，即俾钱啦，俾几千蚊喎，又唔係太贵喎。但俾几千蚊我唔会食呢啲嘢喎。但意思即係因为好俾好贵咁唔会啦，同埋佢有呢除咗可以食之外呢，啲人可以俾几百蚊港，我讲港纸呀，俾几百蚊去做观众去睇囉。咁好多人一齐参加，好似一个好好劲嘅盛宴咁样啦。我觉得佢、即我觉得特别系呢样嘢咯。其实我觉得成单嘢，即系其实因为其实外国我哋可能之前有阵时都睇到要话咩自己切咗啲切、切骨，自己切咗只脚啊嗰啲。系啊。但我觉得最之前其实呢样嘢原来喺日本系好，即系好似好普遍，唔系系可以合法嘅。系啊，可以合法噶，即系可以合法。所以佢咪可以搞到咁大咯？即系食人体器官系冇讲到犯法咯。系啊。咁、啊、所以佢就可以搞到咁大坛嘢。呢度咧，佢系有佢好研究咗好耐噶啦。佢话系要点样腌啊，又唔知攞啲红酒啊去腌啊，佢仲之后咧将成个菜单即系点样去做法咧，佢就系会摆咗喺一个嘅即系好出名嘅平台嗰度教人哋点样可以煮性器官食咁样咯，因为觉得好单调、啊。如果唔系，啲人系咪知情？佢啲人就系知情先特登俾钱佢。系啊，知情噶，全部人知情噶。佢仲要系咧，首先点解我话我觉得佢个案可以讲咧？因为就系谂紧啦，佢系一个未死人。廿几岁，喂 J 嚟讲对男人好紧要噶嘛？即系点解你会唔要佢咧？咁后屘有访问过咧，佢话其实咧，原来佢有试过去同男仔同女仔性交，佢都试过。佢就系惊自己会唔会切咗 J 之后会唔会后悔咧？佢发觉即系做完爱啦，即系发生完呢件事之后咧，佢觉得都冇乜特别嘅。佢覺得可以唔要咯，佢會覺得呢個性器官係好阻礙到佢嗰個 creativity 啊，即係佢係會覺得如果我完全係冇性別嘅話咧，對於創作嚟講就好好多。其實我唔知點解會咁啦。其實係有呢類人，即係有時係啊，佢就中意無性咯，係啦，佢要無性。但我意思話，點解會覺得係會阻礙到佢創作？咁當然佢自己先知啦。我就唔會話佢呢啲叫變態咯，因為我成日講話小眾嘅人就唔一定代表變態噶嘛。即係可能我哋先係變態啦，我唔知道。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佢係冇傷害到任何人啊嘛。咁當然有啲爭議就會話點解佢嗰個醫生會願意俾佢接受呢個咁樣嘅手術咯？因為佢唔係要轉性啊，唔係變性啊，佢係冇性器官啊，直情。咁仲要最搞笑係咧，嗰個醫生咧係可以成抽嘢咁樣俾翻佢，佢就。即擺落冰格雪住佢，咁就拖出去話佢係諗住自己食，冇諗過同人分嘅。咁但係咧就好奇怪咧，就話自己諗下，哎，其實不如賺翻啲錢啦、啊。咁啊試下就上網揾人哋啊，睇有冇人想一齊食。咁就都有人報名，就總共有成五個人咯。咁我哋去翻啲相睇下啲煲嘢。好似好多嘢咁，其實我覺得佢配菜多過條 J 咯，見到個係真係蛋嚟噶嘛，嗰只雞蛋嚟噶嘛，係咪啊？
应该系啩，佢又有啲菇，佢有 mushroom 噶，我唔信切到咁多碌咯。系啊，十六丝一方咪咁多个人食喎、啊，大佬。跟住咧，哎 ，sorry 啊，呢张唔系嘅，佢有一个咧系呢张啊，佢要咧嗰啲人咧要食之前要填翻呢一个 form 咯。就是要話俾，即係話你要 declaration form， 就係話啊，我知道而家食緊啲乜嘢嘢，食咗呢個性器官之後有啲咩，即係投降申請所有嘢咧，就唔關我事噶啦。即係佢要咁樣，佢有一封咁樣嘅聲明書。你見到其實佢有餐巾啊呢啲咧，佢係搞到成件事有 grain 噶，同埋嗰個有份食嗰個人咧，佢有講噶，佢話咧其實喺呢一個佢叫做。HC 省啦，佢个名喺佢出现之前咧，其实有请咗个弹琴嘅钢琴家，即系好优雅咁样，好 grand 噶，成个盛典咁样。佢就算如果唔系有 J 食都好，本身净系睇嗰个钢琴家弹琴，佢都觉得值回票价咯。即系有咁样嘅，系啦，咁样嘅 comment， 你睇下几多人啊？佢完全好似好嗰種係 fine dining 嗰種感覺、啊。我睇過，其實佢又話有啲人話食，即係個食評係點嘅。係啊，佢話食起嚟硬硬地，跟住入邊又軟軟地咁樣。但係唔係喎？呢一個人佢就話係硬硬到無倫，係硬到咬唔到啊！佢、其實係咪應該同牛邊個差唔多？唔知啊，我冇食過。冇食啊！唔知啊。但係嗱，不過因為其實原來其實最尾佢係俾警察檢控嘅，我覺得佢檢控點解咧？檢控嘅原因係因為佢最尾因為其實真係嗱，理論上係冇咩罪可以檢控到佢嘅、啊，所以佢最尾就求其揾咗呢個。暴露性器官罪，喂死咗咯！呢、這个性器官有冇分暴露生嘅性器官、暴露死嘅性器官咁样咧？但系你讲得啱咯，就系、是、有人即系食评讲翻就话，好硬咯。佢如果俾佢再近多次，佢唔会想食咯。系真系好硬，硬到直情系，即系就算嗰、那个呢一、這个。本身即 HC 神，佢講到話啊，用嗰啲咩方法去煨佢、去醃佢乜都好，但係最後最初嚟件事，佢話其實係本身啲肉係冇味咯，係真係得啲調味料嘅味，同埋係硬到係咬唔開咯。唔係，我覺得佢最正嘅，佢唔係因為依樣嘢嘅本身唔想去食，佢係因為佢煮得唔好食，係啊，所以話唔食。係啊，即係如果好食嘅話，佢就會再食。係咯，好食嘅話就會再食咯。咁呢個就係啲獵奇嘢，我哋出多次張相啦嚇。即其實真係你就咁望，你真係唔會知道係 J 嚟啊！你真係覺得係黑毛豬，即係啲毛剃得唔乾淨啊嗰啲咁。同埋覺得唔新鮮咯、啊，因為佢係咧做完個手術之後咧，都雪咗成半個月先攞出嚟煮㗎。其實係咪佢應該冇剃毛啊？應該有剃嘅，咁短嗰啲毛，即係佢剃唔曬咯，佢冇揾鉗掹咯，咁仔細嘅係剃得。我諗佢咁多毛。系啊，佢冇掹，即系冇逐条逐条掹咯。但系 suppose 应该唔会咁短嘅啲毛。咁呢个就系一个我哋今集嘅节目嘅一个开手一个猎奇 pose 啦。咁你嗰个就系认真啲啦，我哋可以开始。我哋就去，因为其实呢单咧，我系想讲，可能即系类似，我觉得佢反映到日本一种文化，而一种其实可能系唔系太好嘅一啲社会问题。我哋可以睇下个男仔张相先，啊、因为咧，我觉得佢咧提佢话。你哋覺唔覺得好似即巴西踢波嗰個係咪叫尼馬？我覺得佢有啲似喎。我都覺得係啊，有嗰啲樣喎。係咯，因為其實依單案咧，佢叫呢個直從性啊，26歲嘅就咁。其實佢就發生喺06年，咁佢做嘅嘢咧就好似話被譽為好似話。至少當時的官員咁講啦，就是、日本二戰之後，即係類似最嚴重嘅血案咁樣嘅嘢啦。咁、其實佢就本身係一個，我唔知道算唔算安老院啦。佢寫個寫咧就叫嗰啲療養中心啦，又或者係重度智能障礙人士嗰啲啦。但係佢翻嚟殺嗰啲大部分都係老人家嚟嘅，即係咁你可以當係即係患咗嗰啲。即係老人痴呆症嗰啲啦，係啦，咁其實佢就入邊最後尾殺咗19個人，26個人受傷嘅，19個人我殺咗，個數量一啲都唔細嘅，係啦。咁點解其實佢單案佢當初即係除咗佢殺咗咁多人之外啦，佢另一個轟動嘅地方咧，就是、因為其實依條即係個衰仔咧，佢就喺被捕嘅時候咧。呢、這個就唔似尼馬啦，就即刻變翻一個。即係佢都係整過你嚇，咁樣笑笑。係。佢有好多張，佢都係咧俾人。其實有少少似你。我頂你。唔係啊，真係有少少似你。我頂你。覺唔覺啊 ，Peter 哥哥？真係有少少似喎，你哋覺唔覺啊？我頂。唔係喎，呢張我覺得係有啲似紅蓋你喎。我唔得，我媽睇嘅，唔好亂講。
系啦，咁其实咧，咁其实佢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即系佢系，即系佢即系俾人被捕咗之后咧，佢仲要话其实佢即系做嘢啱，即系我系即系杀呢啲人系为咗呢个社会好啊嗰啲啊咁样嘅嘢啦。因为其实佢即系如果你话佢本身杀人嘅过程，但我冇咩特别，其实杀完人之后咧，佢引起嘅反应先大。因为咧，其实当初佢即系杀完人之后出嚟讲嗰啲嘢咧，系好令即系当时即系日本好多人。即系心，即系好震惊啊，同埋会觉得好，觉得好恐怖、心寒、啊。唔系，系觉得好尴尬啊！尴尬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原来日本咧，佢哋个老人嘅问题咧系。即係有啲係有啲嚴重，跟住其實原來話好似佢哋即係佢依個一六年啦，咁佢記咗即係2015年嘅時候，即係好似話一年都有77個老人家係因為失智症嘅關係俾自己屋企人殺咗。哦，好慘！我明白啊，其實係因為個壓力好大嘅照顧佢哋。係啊係啊係啊，咁跟住但係咧，即係雖然話其實好多個案都係即係。明白壓力啦，但係依個人又怪嘅，因為其實依個咧，直從性咧，佢原來係由細到大咧都好係真係好憎一啲患有智力障礙嗰啲人嚟嘅，係、啊，即係佢係話唔知原來講緊小學嘅時候，或者佢大學諗住做教師嘅時候，寫嗰論文咧都話咧，依啲人係唔應該存在嘅，即係佢覺得自己做緊件好正義嘅事，係幫緊個社會啦，總之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依樣嘢一來不就止啦，但係咁點解你做咗咩之後你咁憎佢哋，又要走去？要去服务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中间那段时间好像说叫做服务，其实我应该都成日觉得虐待他们的。其实不出奇，我觉得就算你说在香港之前都爆了几单。即是如果你有闭路电视播出来，其实就很多这些这样的片段。跟着呢，跟着还有因为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想讲的，都是纯粹想借一些屌下的。因为呢，其实原来他被他发现了他妈呢是画恐怖小说的。嗯。跟着媒体有几衰的了，然后发大来讲啦，系，跟住就不停喺度话咧，佢梗系话埋佢阿妈，即系就个仔就受过妈影响啦，搞到咁啊，卜卜卜。系啊，咁其实我觉得几乎系完全唔关事嘅，系咯。我想问你话白母系咪睇紧呢个节目？哦，系啊，系。哦，佢澳洲有啲紧张。好在你阿白母冇乜啲咩嘢，因为有奶嘅，所以咧。咁跟住咧，咁其實佢最尾係槍斃，唔係槍斃，即係總之死人死咗嘅，係、嗯、啊。咁係應該要啊，其實應該要、啊，太多啦，黐線，係咯、啊。咁但係你係因為呢一個個案，其實你想講香港都有單係關事㗎，係咪呢個？係另一單啊，另外嗰個僆仔失蹤嗰單。我以為係關呢個事添。咁、啊、因為而家講緊咧係殺啲老人家嘛，咁我其實另一個 case 都係講殺老人家嘅，但係就唔係話你講所講話，因為老化即係老人嗰個人口問題咯、嗯。因為我覺得唔止日本啦、啊，我哋香港啊好多地方，因為你嗰個醫學越嚟越昌明啊嘛，其實係。不會那麼容易死，即是很多人都有得醫，是是是是，所以變成其實是人口老化的問題越嚴重，但是我現在來講這個呢就不關說是老人家問題而殺，就是關女人要殺那些男人的，但他殺親那些呢全部都是上年紀的，好像我們以前舊網台其實節目都有說過、嗯、女人殺人呢通常都是有些目的性的，即當然是有些可能都真的嗜血想殺人，但基本上大部分女人想殺人都是可能有即係為錢啊，即係為情，總之係一定係有個目的，唔會純粹話總之我係變態，我想殺人。但係男人嗰啲好衝動噶嘛。係啊，有時就係總之我想殺就殺咁，係啊。女人就唔係，同埋就我哋以前亦都有討論過，女人殺人咧好多時喺個方法上面同男人有啲分別嘅、嗯，因為譬如你體力上咧，天生你冇男人咁大力噶嘛，除非好似我哋上第一季嗰時候我講過嗰個女摔角獸咧、哦，因為佢本身大隻夠力氣，咁就可以真係嗰啲箍死。人啊、但是通常女人殺人很多時候你說得對、嗯、即我們之前經常說過用毒咯，會很多時候用到這件事的。現在我想說其實有兩個個案的，有一個就想說長一點的，因為那個我覺得那個女仔的外貌會很值得大家討論咯，其實就是呢他們是、用那些，一個就是用山埃去散的，另一個就是用一氧化碳咯。我一氧化碳是啦，即是燒炭这样咯。那不如呢我們呢就真的去這個戲肉了，我就想給張相片給大家看了。嗱，雖然咧，我哋話唔應該評論人嘅外貌，但係大家唔好咁假啦，起即係如果譬如你要拍拖啊，你想結婚，你想即係要識個對象，你一定你會唔會睇樣啊？我又問下你先，我成日突然間要爆肚咧，問佢啲。我突然之間我呢個好尷尬，咁。
点咧？系咧？咁样都一定，即系点都要睇下嘅，系咯。即系你个择偶条件，你心目中譬如啲艺人，你会中意边种 type？ 如果俾你，我呢啲唔得，呢啲太私人啦。太私人啦，但系唔系，我记得嗰时喺 IG 你系有讲过噶。系啊，唔系我中意。你有 post 过喎？你中意啲强悍啲噶嘛？系咯，呢啲都好强悍啊。喂，呢啲呢唔系嗰只强悍，我系指精神上强悍。系啊，呢个都好强悍啊，呢个。你有冇睇小佢啊？佢咧系可以呃咗好多个男人咧，呃咗成几千万港纸啊！系啊，佢系最出名第一代嘅嗰个叫日本黑寡妇咯，佢叫做木岛佳苗啊。其实佢嗰时都系廿几岁，嗱、真系唔明点解噶。有时我会觉得男女系咪啲钱其实都易呃嘅咧？系真系。唔一定唔会系靓女咯，所以我睇紧狗啊，系咩？睇紧狗啊，一定唔会系靓女咯。佢点解咁？我都觉得，喂，我系咪都要学下嘢咧？好把炮噶、啊。其实有阵时系真系冇关系，就算你话睇翻其他连环杀手啲女，即系你话。即系女人用美色杀人又好，或者男人用美色杀人都好，其实都系冇美嘅。系啊系啊，嗰个美系就得色咯。系唔系我即系我以我行走江湖啊？其实有阵时有啲人系即系可能有啲魅力系真系可以令你忽视咗佢样嘅，系啊咁都要。佢自己就话自己床上功夫好咯，咁但系唔想幻想。但我觉得呢啲嘢唔系自己 claim， 即系人哋把口讲就话，就点会自己咁样话自己？其实同埋我哋无从稽，我哋永世都唔会知噶嘛。唔系，同埋其实我至少我唔会啦，我唔会即系我唔知得佢系咪床上几有劲到，即系可以一嘢令到人升天啦。如果唔系嘅话，即系都唔会俾呃钱。系啊，佢呃紧讲紧系第一个俾佢呃个男人，俾咗成7400万日元佢啊！即系我会觉得。啲錢係咪多得滯咧？但係佢有講，其實佢好明白人嘅心理，即係我哋大家喺度笑啦。但其實男女都係噶嘛，即係好似你所講，就係有時啲騙案，你睇翻嗰啲人啲樣都係其貌不揚，或者甚至乎都幾差。但佢識得捉人心理咯，即係譬如你好寂寞，咁特別佢揾咧嗰啲對象咧，全部都開始上年紀，跟住又有啲事業基礎，又想成家立室嗰啲咧，佢原來係煮嘢食好叻噶，即係佢嗰啲。廚藝學校咧，即係受訓係好咧。佢直情咧有個 blog 咧，係叫做佳苗廚房咁樣樣咯。咁就有成幾十萬人去睇噶。佢好 KOL 嚟。其實佢係啊，佢好識得捉人心理啊。即係佢知自己個樣唔靚，咁佢就靠其他嘢搭。同埋佢識彈琴好叻咯。其實佢幾有 talent 嘅，我覺得。佢行錯咗路咯，但係佢有講嗰樣嘢嘅，因為佢唔想用一啲真係要用勞力，佢唔想工作啊。即係譬如佢唔想我哋好似咁樣，即係又要做嘢成咁賺。佢想瞓喺度就咁赚到钱，咁所以佢就觉得系用呢啲手段系爱嚟去迷惑引诱人咯。咁所以啲男人就系会觉得啊，佢又好似啊，同埋佢系 claim 自己话自己系做看护啊。咁你俾人感觉护士就即系虽然我哋知道唔一定啦，即系佢就护士俾人感觉就系好温柔、好善良咁样。即系如果系老，即系老咗之后，我都会觉得咁佢。你而家火师到第时，你都会可能呢啲级你都 OK。系咯，但系冇钱，即系咯，黑寡妇唔会睇。系啊，跟住就系佢就系识得，原来系啊识得煮嘢食好好味啊，跟住又识弹琴啊，跟住又会话好温柔，好中意小动物，咪就摆呢啲相咯，咁去吸引嗰啲男人，咁所以变咗就系即系就咁容易呃到啲人咯。咁同埋最夸张咧就系、是、我真系觉得好夸张，我哋可以睇下嗰啲男人，呢啲就系其中几个受害者咯。其实啲样唔系话特别甩皮甩骨噶，又最油都 O 正常噶，系啊，唔系、啊、特别甩皮甩嗱，好老实讲谂。你哋谂翻香港所谓嗰啲富商，大把俾佢哋甩皮甩骨得多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钱，系咪真系咁搵唔到女伴呢？其实系咯，但系我觉得佢应该系真系好识得去安抚男人嘅。系啊，系即系嗰个心灵个慰藉咯。同埋佢有讲，佢系专系沟嗰啲，就知道嗰啲人或者冇乜拍拖经验。即系所以我咪就系讲咯，佢话自己床上功夫好得，其实可能只不过好普通，可能系啲男人少接触女人咯。即系我自己系会咁样谂下。同埋系夸张到咧，我唔知系为咗呢啲故事增添个娱乐性定点啦。话咧，其实咧嗰啲死者嘅家属啊，话嗰啲男人好多个都系含笑而死嘅。我觉得会唔会系神化咗件事咧？神化嗱嚟，你可以话神化，其实又有啲原因嘅。原来佢就系基本上次次都系嘅。都系会落啲药啊，剩嗰啲，跟住咧就令到有啲安眠药，咁啊之后就同嗰啲男人搞嘢，
搞完嘢之後咧，佢就可能搬盤攤出嚟成。咁可能啲男人搞完嘢瞓覺，咁佢哋就咁樣就話佢哋係嘴角會係45度角向上咯，仲要咁強調呢樣嘢咯，即係笑住咁死嘅。咁但係又係啦，開頭其實啲警方就冇乜懷疑，但係佢因為貪心啊，其實另外一單個女人都係，你知其實我覺得你要殺人，你想得到某一啲嘢，你都唔可以個心咁紅噶嘛，即係短短幾個月 keep 住咁死 ，keep 住個個同親你一齊都死，你咪會惹人懷疑咯。咁佢就最後係因為咁樣咯。咁其實佢啲年紀咧，我想講翻睇翻咧，又唔係全部70、80嘅喎，有一個最後佢死一個咧41歲嘅啫。係啊，你諗到你十年後會唔會中意呢啲咧？即係唔好講話老咯，十年啊，好難講啊，有陣時係咯，即係個心境唔同咗啊，即係彈琴啊，嗰啲畫畫啊，嗰啲咁樣咧。我睇下你哋啲留言先，人人都愛慕協會啊！呢、這個女仔個樣都幾標緻，以為係美色神，係啊，其實冇20幾年啫，2009年嘅呢單案係有本書係個記者幫佢出嘅，係啊，同埋最過分咧，我想講係你會覺得好神奇啫。當然佢又係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啦，佢其實係咧要坐監啦，佢喺監獄咧，我又唔知點解又可以繼續寫 blog 咯，咁啊又儲咗一大班粉絲，最後佢就係同咗一個60幾歲嘅男粉絲結婚咯，即係佢坐緊監噶，咁後屘到2017年咧，其實佢開頭要判死刑嘅，咁佢上訴啊成 click 啦，2017年最後都真係判佢係要死刑咯。咁但系又系嗰啲咯，外国有好多噶嘛，我哋之前节目又系讲啦，即系啲人嘢好中意觉得好神化咗佢啊，觉得系，所以我会觉得好多人就咁样就中意佢性咯。同埋60幾歲个男人，你明白系连面都冇见过，好似系冇探监添，系纯粹系书写文字方面。日本我唔知道日本会唔会好似外国咁，我知道外国啲系即系如果你系结咗婚，佢会俾个时间你行房添噶嘛。诶、欸，唔系个个 stay 都得噶，美国嗰啲我有睇过，唔系个个散瞓得咯，有啲得。有啲唔得咯，就算嗰時 Richard Ramirez 即係嗰個所謂嘅 Night Stalker， 其實有兩個，即係後期啲嗰個啦。佢結婚都好似係唔係有得行房，好似淨係得佢結婚嗰一次可以兩公婆咁樣聚埋咯。咁之後其實都係冇，我懷疑係唔同省份都有唔同法例咯。咁但係呢個就又係奇怪啦，佢哋真係係神交嘅喎。唔明啊！雖然係外國係有一啲 terms 去形容呢啲人係特別中意，即係自己代入去嗰、那個情感代入去，但係我又會覺得嗱靚嗰啲我明啊，外國嗰啲通常都可能係 Ted Bundy 啊，或者有啲女仔成日都係因為佢靚就多粉絲，但係呢個係真係唔明點解？因為其實我自己會覺得驚啊，因為其實通常咧，我哋會話嗰啲女人咧係通常係有啲比較強烈嘅母性啊，係啊，即係女仔中意男仔會多啲，但係男人唔會噶。仲要是你要明白，即我自己会觉得男人通常是你要性嗰方面，呢、這个系冇公平噶，一定系男仔对性嗰个渴求多过女仔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比较嘅话，咁、但系我会觉得，咁你又接触唔到佢咧，又成，咁点解你又会中意佢咧？呢啲就好怪咯。咁我哋咧第一 part 之前咧，其实我哋咧。我快速咁讲，因为我哋实在太多 case。我呢个好短速咁讲啦，呢、這个就系、是、嗱，呢个婆婆啊，我哋出咗个人，佢叫做应该系建千佐子啊，就系第二代嘅黑寡妇啦。佢都好坚，佢又呃咗成7000多万港纸啊，结咗4次婚，有成几个男朋友啊。即系而家你好似话系咪佢后生嗰时犯案？唔系啊，佢呢个样系可能系都60幾歲，佢50幾歲开始犯案，即系衰啲讲啊！你见到呢个样，你可以谂翻佢10年前嘅样，都唔会突然间变咗李嘉欣啊嗰啲咁啊，即系唔会噶嘛。咁系咯，佢哋又系有咁样嘅把炮咯，但系佢就系专系落山崖，45度角应该系抽筋致死。我见到有个。有个朋友仔话好搞笑，这个女人你系唔明，佢仲可以赢到咧，佢个老公死咗之后咧，佢仲可以赢到咧，完全若无其事咁样咧去接受呢个嘅电视台访问咯，即系总之就系表现到自己完全唔关事咁样样啦。你明唔明啊？呢张未出啦，呢张未出。呢张就系佢接受电视台访问咯，即系总之就好似讲翻忆述翻啲事点样发生啊咁样咯，若无其事噶。睇唔出点样
美式殺死喎，兩個都係咯，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啦，呢、這個就只不過係介紹俾大家睇、嗯。其實你哋上網呢、這個都容易 search 嚟嘅，佢叫做見天阻止。我哋嚟緊下一節係咪比較多片啊？係啊，係你嗰啲片太片啊，係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休息十零廿秒啦。咁轉頭 part B 咧，就到恐怖料嗰啲 case 啦。